感谢主，我们所敬拜的神是造物者，生命的源头，唯有他配得一切称颂和赞美。我们现在要来读经，也是今天牧师所传达的信息，我们一起读。以色列的耶和华经历过后，他们三个月那一天就会来到西奈的旷野，他们立了约定，来到西奈的旷野，就会在那里城墙下安营。摩西到神那里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：“你要不要回到自己的家？小心以色列人说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，你们都看见了。”且看一下我如今将你们背在石头上，带来给我。如今你们若坐在台中的话，伸手不约，就要在环境中做我所过的子民，因为这一天都是我的。你们要为我做禁食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一定要告诉以色列人。摩西就去到了民间的长老来，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在他们面前行事，百姓就同心回答说：“凡耶和华他所说的，我们都要遵行。”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吩咐耶和华。我们现在将时间交给我们的牧师。请大家起立，我们做个祷告。